一二一，你敢穿靴子？左边。你先示范脱内裤，我告诉你。脱下来了。对对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脚绑在一起行动一整天，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是大概下午六点左右，等下出门吃晚餐到等下晚上，包括洗澡、厕所全部都在一起，到明天中午，就快24小时的时间这样。中途如果有谁真的觉得很不舒服，想放弃的可以举手，但先投降的那个人要包8000块的红包给他。那就开始我们一整天挑战，到明天中午，输的人要罚8000块。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，来我们绑两圈。哦，这个是绑两圈，到底会不会绑？其实我不会，会不太会同军呢。我已经快放弃了，我可以直接给他8000块吗？什么鬼？好来，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坐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开始一整天绑在一起，你侬我侬，黏歪歪的计划，正式开始。我们第一站就是先去西门町。哎，先等一下，你要哪只脚先走？你右脚走，我左脚走。我们先出去，你看这边很窄，你拍一下，这边非常窄，看到吗？等一下，你先走啊。好。好朋友的分歧点开始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可以逛街吗？真的很不是，你要讲的好是拿包包，对，好，哎、欸，手机好，拿我手机，好，你走快点行不行？好，我要拿东西，那换你走啊，我不知道在哪，来走进去。我们先培养，中间是二，我们自己的脚是一。好，一、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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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，停。好，没错，就是这个默契，我们只要出门才不会被笑。好，来，你要转身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来，你一先动，好，二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是不是其实不错？啊，我们要出门了吗？来，我们第一个困难，穿鞋。我先，我穿鞋很方便的。来，一二三，二过去，二给我，二我要，二。好了，左边，你敢穿靴子？左边，我想穿靴子，哎，怎么办？光芒，哎，我靠！哎，阿二，我要怎么穿上去啊？重点是，他硬要给我穿靴子，哎，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们这个艾丽莎莎的鞋子可以极限操作了，救命！这个人，我就纳闷你回来怎么做？阿美啊，我们这个计划原创性啊，我满头大汗呢。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来，好。你先左右左右，等一下，你快点进去。左，可以吗？左。二，右二。这计划太难了，好烦哦，一直绑着。先买包包，好，再买一点吃的回家。好 ，OK。走。来，二。不要二喊出来有点丢脸，心知肚明，心知肚明，心知肚明，不要大喊二，好丢脸的嘛。哎，我们引起很多路人的白痴哦，这怎么可能没有人看我们啊？关系大小，说不定是因为我们正啊。YouTuber 真的很当哎，是谁说只要有一台相机，敢在路上走路就可以当 YouTuber？ 你还有足够的羞耻心？你看安全过啊，安全过第一个嘛。目的地还很远吗？我累了，有一点。路人觉得他们超怪，店员也觉得他们超怪。我们已经培养出一个自然的默契了，我们刚刚都在正常聊天，对，完全不用组。好，我们左转就要到了。好，然后就回家吧。其实你的脸真的很好认，你觉得在路上看女机是看得出来的吗？我的反而没有那么明显。哎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哦，转弯，转弯，要加速，转弯要说啊。
我觉得好累哦，这个计划。还是你先给我八千，我们就直接原地放弃。不是你给我八千。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东西了，然后我们也这样子绑了应该一个多小时了。现在心得如何？一开始习惯还会不知道要踩哪一只脚，或是可能两个人不够协调，会一直喊数字。可是现在完全就是，只要有一个人踩脚，另外一个人就知道哦他要走，那我就让你走。就很有默契。是，就像刚刚在结账哦，我到底要过去，所以我就踩脚。是是是，我们已经俨然养成了一个神秘的默，盖有音乐。超买马铃薯，王子 cheese 马铃薯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哪里的吧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啊！怎么长好像黄明志？笑死！老板，有人说你长得像黄明志过吗？没有在看。啊！你长得像一个很有才华的艺人。好啦，满多要回家啦！终于可以回去洗澡。我觉得我们等下可以稍微让它松一 点，因为太紧真的热得很不舒服，微松，但还是没有分开的那种松。我们刚刚到一半的时候，被酒吧还是夜店的工作人搭讪，就想跟我们聊聊，然后露露就跟他说我们有工作了，我们已经有工作了，不好意思。他刚才问我们两个人，他说是不是很常去夜店或者喝酒？啊、对他问这问题，对啊。没有，我们是乖宝宝，是宅女，我只喜欢二次元。对，然后在这边玩绑脚游戏。那总之我们现在回家了，回家再录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到家了，然后我现在坐着休息。哎、欸，我发现这样还是给一个坐一个站，美腿，发卡真走了，你知道尿尿？啊，对，我要执行我们现在第一个任务，尿尿。然后这次是男的女的、啊？这次应该是个男的。交给厉害的、哦，但他不能听到你嘘嘘声。你眼睛不要看我，不会，还要我尿不出来。哎，尿不等一下，我只是拍脚，没有拍你。你们这群变态，四八四想听人家嘘嘘的声音，别说我对你们不好，我这就让你们好好欣赏。啊，尿啊尿啊，我尿，还是换你尿？不要尿，你不要强迫我尿尿了。啊。现在要来卸妆了，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的脚好可怕、啊，粗糙，然后不是粗糙，是觉得很酸痛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算是能体谅别人的，所以假使这边想要舒服用力，就会怕那个人不舒服。对，而且你再加上，因为我一直很容易冬天想尿尿，然后我们就一直跑厕所，然后他就一直陪我来，我就觉得超不好意思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卸妆。对，然后我找不到地方夹，所以可以吧？你就先卸。洗面乳，洗面乳，洗面乳。我先陪你尿完，你轻一点，像刚那样。对对对，好，我尿了。剪辑师表示我在录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洗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啦，没有人看到你啦。换内裤了，白痴哦、喔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没好。等一下，我内裤要这样，你不要紧张，我只是站起来而已。好好吃哦！要多的牙刷，有，我等下拿给你。其他那又是我要过去拿的，还要洗澡喽。我告诉我今天要剪发，我不洗头，你洗就好。你不要好不好？你躺我床哎、欸啊。好了好了，那我洗头。好洗头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穿脱衣服。你脱的部分应该不用录了吧？这是目标哎。你先示范脱内裤。我该怎么脱？我帮你遮下面。不会，我告诉你，看不到。对对，真的要脱了，真的要脱了，拜拜。嗯、好素哦我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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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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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觉得他是不是洗过之后他缩水？对，现在更紧，而且我们刚才把它吹干，然后再摸起来是微湿。对，但是我们已经吹很久，因为真的累了，现在四点了，就这样吧。啊，我的脚盖住，不给你们看。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睡觉。你会乱翻吗？我不会，睡姿不好。我顶多你翻身，然后我就跟着飞起来。好，那因为睡觉的时候可能就没办法录了，我们就明天起来再分享，一起关灯。再见了大家，明天见。天了，然后我们睡到中午，因为我们早上6点才睡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，吃完就算正式完成我们今天的计划。是，要过马路了。但这条马路真的很大，别人会礼让我吗？我又不是残障人士。没有，我们两个是智障人士，而且车超多的。那你刚才闹了，快走！来，他先过，让他先过，对。哦，他让我们先过。等一下。太远了吧？你知道每一次过马路，我都觉得机车骑士跟开车人士都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应该会觉得我们是神经病吧？真的。隐形的那种绳子束缚在上面的感觉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就我右脚比较重啊。